去年呢有拍我们家做的年菜哦，有石头，有包子，还有山东烧鸡。那今年呢，为了未来的你，就是我，有他，或是他，就是小佑。就去年做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哦。然后今年买的时候买了一点乱七八糟的状况，所以决定今年把东西讲清楚。好，月哥，相机没电哦。总之呢，把鸡肉弄好，然后把黄瓜切好铺底，放鸡肉，放香菜，放蒜末，然后再加上适量的醋跟酱油。醋跟酱油就看你自己喜欢吃多酸或多咸哦。然后稍微把它浸制，到时候吃的时候拌一拌就搞定了。OK， 搞定一只山东烧鸡。美国有维谷粒吗？美国没有维谷粒哦。哈？美国没有维谷粒？维谷粒只有一种，维谷粒。一
百里这里和你一家都会鼓励。狮子头的量啊，就是两斤细绞肉，荸荠一些，把它切碎以后拌进绞肉里面，然后调味一样，加入鸡蛋，加入酱油，加入香油，搅拌好之后弄成碗碗。白菜的话就是也是看心情，就是你想要多吃一点，你就多放一点。像我们今年买到了三颗白菜，弄得还蛮多的，然后看到这一盆，看这一大盆。我们的年夜饭终于搞定了，现在吃一口包子。如果让你也炫耀，好，祝大家2021牛年平安快乐顺心，新年快乐，夫妻肺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干杯。